念相品》，光照有缘，寄送的第三首。佛系往来住去中，教化成熟住群生，神通自在无边量，意念皆灵得写透。 前面这个三句是十号里面的世间切，这是说明啊。 对于世间所有一切法啊，这个世实在讲通事出世间一切法了，都能够通达明了。清凉大师说呢，这是全智圆明的。 的好，啊，全知就是常讲的无所不知，啊，莫若无知，无知是根本知，啊，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啊，这就是世间界的的好。 佛系往来住去中，其是讲过去。那么从今天说昨天的事情啊，都是过去。往来住去，这个住去，我们讲的六道十法界。 众生有感了，佛就有应。感应到教了，总是随顺众生的药浴。啊，随顺众生的爱好，随顺众生的欲望。 确确实实是有求必应的、啊。佛的应化目的，就是在底下这一句：教化成熟诸群生。群生是指净虚空变法界。 一切岔途里面的九界众生啊，佛实现的目的在此啊！啊，我们一定要晓得，绝对不是为自己。我们现前的地位，要想为自己。 必得学佛啊！学佛呢，起心动念了，一切呢，都为众生啊！为众生呢，自己才得真实的利益。如果夹杂着有丝毫为自己的念头，就错了。错在哪里呢？ 夹杂着一点点这个丝毫为我的念头啊，诸位要晓得，这叫增长我知。啊！你看看《金刚经》上说的多清楚、多明白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们夹杂丝毫。 为自己的念头就做了我相了，有我相，当然我的对面就有人相，我人的对面就有众生相，就有受者相，四相具足啊，六道凡夫啊，啊，这是凡夫修行。 极端困难不能成就的第一个因素我们现在是搞明白了，搞清楚了我只要不放下了，真的是大难大难。 我执要怎样放下呢？大乘法善巧方便，转念头啊！不为自己，一切为众生，一切为正法久住啊！啊，不再去想我了，这个我，久而久之。 自然就淡化了，自然就不见了。这个方法妙极了啊，比小城破我执实实在在高明啊！所以我们要学佛教。 画啊，教是教学，化是成绩。通过教学，接受教学的众生呢，它产生了变化了，化恶为善。 化迷为悟，化凡成圣，成绩出来了，效果啊！这化是效果，是成绩啊，成熟度众生啊，没有善根的，帮他种善根。 有善根的，帮他善根增长；善根已经增长的，帮助他成熟。总而言之，一句话，不断的要把众生的境界向上提升。这是佛菩萨。 硬化在世间了、啊，他们在一切世间所作所为，啊，这一切世间就是住去，就为这么一桩事情，除这一桩事情之外，什么事情都没有。 神通自在无边量啊，这就是指的时间节了啊，通达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样不通达的。他的智慧能力超过。 九法界的众生，神通啊，啊，九法界众生见到了，都感到他神奇莫测啊。显的，这就是我们常讲形象形象给人的感触。 是自在啊，无边量啊！啊，这个量要用我们现在啊现前众生根基来说呢，这个量最好是我们解释为心量。 啊，为什么呢？我们现前众生心量太小了，不能容忍呐！啊，不能容忍。换一句话说，不能修福。啊，心量狭小。啊，向诸佛菩萨。 为我们实现的、啊、无边的星量，心、啊、包太虚，量周杀界，世间结了，智慧开了，啊，成就圆满的智慧，如来果地。 意念戒令的解脱，这一句是十号里面的善事，善好啊，啊好的叫善呐，是呢就是去啊。 这个意思是讲，好去啊！清凉大师的解释解释的很好，他不向三界二城去啊，他的方向，他的道路，他不是向三界六道，也不是向小城啊，他的去，他到哪里去呢？ 他像大菩提啊，所以清凉说这个是直往菩提的道。这个解释也很好啊。十号里面呢是在讲最难讲的、最难体会的善事。 清凉这个说法，我们可以采取。我们要发心发愿呐。我们只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西方极乐世界，不向其他处啊，这个真正是好去啊。 善施还有一个意思，啊，是在讲每一个名号啊，这个义理都深广无尽。大乘经上常常赞叹这些大菩萨，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呢、啊，这叫善施。 小成人不住生死，住涅盘，那就不善了不能利益众生呐！啊，这个善善好不圆满，六道反腐。 住生死，不住涅槃啊。他的方向目标是六道三途啊，这个去处不好啊，啊，这不能叫善事啊，啊，所以大乘菩萨两边不住。 这是善事。再讲的粗浅一点，我们现前能得受用的，我们常讲，放得下是事，放得下了，又能提得起，这是善。 放下跟提起同时，放下跟提起不二，这是善事这个话怎么说呢？我们全心全力断我修善。 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啊，这是善呐、啊！啊，虽然勇猛精进在行善，心底里头啊不知足不着相，痕迹都不落，那就是事。 如果修善，心里做了相了，那就有善没有事啊！啊，这又是一个很浅的意思，但是这个意思呢，对我们现前学习来讲呢，是很有帮助的。啊，也就是《般若经》上常讲的。 三人体空，心地要清净呐、啊，不能有丝毫染着啊。身行要善呐、啊，要帮助苦难众生。 这善事的意思，是一念见念的解脱啊！这个解脱是事，一念是善啊！啊，这个解脱就去了，离开。 六道了，离开十法界了。诸位要知道，心离开了，身有没有离开？神没有。六道众生有感，菩萨立刻就有因。啊，菩萨虽然硬化在这个世间。 自己啊，依旧啊，横住一真法界啊，比如菩萨到我们这个世间来了啊，实际上呢，他住一真法界，我们住六大轮回。 就像现在，啊，我们居住这个国家，我们是本地人，要受本地许许多多的约束，啊，他是外来观光旅游的人，他不受约束，就像这个呃情形。 相似啊，他来去自由自在啊，我们没有他们那么自由自在啊。现实的意思很多啊，总而言之。 一句话了，利妄想分别执着是是行四摄六度啊，四无量心啊是善。 啊！一四无量心，去行四射六度，力妄想分别执着，这善事啊！我们应当学这个第四首。 莫尼妙宝菩提树，种种庄严悉殊特。佛于其下成正觉，放大光明，菩为药。这一首是说成正觉。 正觉就是十号里面的佛了，啊，成佛了，菩提妙这个摩尼妙宝菩提树啊，释迦摩尼佛。 在菩提树下了，视线成道的，用摩尼妙宝来赞叹这个菩提树，佛视线成道的场所。 菩提树绝不局限于一种，只要是菩萨啊，示心在树下成道，这个树不论什么树。 为了纪念佛在这个树下了正大菩提，趁这棵树就叫菩提树。这个道理要懂啊！啊，十方世界每一天都有无量的菩萨。 视线八相成道啊，十方世界哪里会通通都是一样的书呢？当然不相同。尤其佛的视线随心应量，应机说法。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一定是选择一个大树底下，大树阴凉嘛，也庄严嘛，啊，不会选择在小树底下，啊，一定选择大树，啊，在这个树下扶坐而坐啊，事先沉。 等证觉、啊、无上正等正觉了，就是模拟妙宝啊！在这个树下了表演，明心见性啊，心体心德，那是真正的。 摩尼妙宝，啊，摩尼是如意的意思，能如一切众生意，啊，这才是真正的。 妙宝，种种庄严悉殊特。这个庄严完全是表现的。修得的圆满。 正德的心路啊，啊，心得，心修报二啊，佛于其下成正觉，就成佛了。佛这个字。 是印度梵文音译的佛经传到中国之后，把它译成华文。在古时候，华文的文字。 数量不多啊，翻经的时候啊，不这个不够用啊，所以在翻译佛经呢，造了不少的心字，佛字就是其中之一啊。中国古时候有这个佛字，但是没有人字边。 这是古字啊，所以用这个佛来翻这个音，但是啊，印度这个佛陀是个人，所以这旁边加了一个人啊，这是翻经的时候新造的字。 变成佛法里头的专有名词，啊，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觉悟的意思，啊，不翻作觉，而应疑，是因为佛这个字含多义，啊，中国智慧里头找不到。 那么，翻成“觉”，它有三个意思：有自觉，有觉他，有觉心圆满。啊，那么这样一个字含三个意思，在中国确实啊没有啊。这是用英语再加以解释。 自觉不同于凡夫，凡夫不觉啊，佛觉悟了，觉他呢不同于二臣。啊，阿罗汉跟辟支佛也自觉了，但是他不肯帮助别人啊，所以称小臣呢、啊，小臣跟大臣的差别在这里。 小陈一般不肯主动去帮助人啊，有人向他请教，他也很慈悲，也会教导你。但是你不找他了，他不会找你，不像大乘菩萨了。 大乘菩萨，我们在经典里面看的很多。他们能做一切众生的不情之友，众生不找他，他主动的来找你，来帮助你，这是大臣。 大小成不相同的地方，从这个地方很明显的能够区别出来。觉性圆满，鉴别不同于菩萨。啊，菩萨虽然自觉觉他了，没有圆满。 啊，佛呢圆满了，它这里面含这么多意思啊！啊这里头最重要的，我们要明白，如果不觉他了，你自觉不能圆满。 教学相长啊，老师固然帮助学生，学生也资助老师啊，彼此互相都有长进所以，不通过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众生，你没有办法。 圆尘佛道，啊，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这个呃，觉醒不能够圆满，啊，所以小乘最高的国位只能证得一个阿罗汉，再上不去了。什么原因呢？不肯教学。 想长进难了，大臣的书生就是他教化众生，不疲不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 每一愿最后的结余都是无有皮，所以他才能够证得决心圆满，成正觉啊！这个正觉是无上正等正觉。 放大光明菩威耀啊！这是说，如来果地上的大觉，超过一切声闻缘觉菩萨，超过了三尘。 普州法界，啊，福德光明。普州法界，啊，菩提，这个佛的德能，随众生心。 能现无量无边的神通变化自信本具的向好，摄受法界一切众生，这就是。 他的威德，他的照耀啊！虽然说一尊佛，他有一个教区啊，没错的。教区怎么来的呢？他与。 这一个地方的众生，过去生中有特别的缘分。如果没有缘分，怎么可能常住在这个地方？啊，给诸位说，住一天都是缘分，啊、缘分多一点呐、啊。 常住在这个地方，原生呢？与这个众生的原地区原生释迦牟尼佛与娑婆世界众生原生呐。在这个世界世现成佛。 虽然在这个世界实现成佛，他方诸佛世界他去不去呢？常去啊！哪个地方有感，立刻就有应。所以，一切祝福活动的空间，都是净虚空变法界。 不但是祝福如来啊，啊，我们在《大乘经》上读过，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的法身菩萨，他们活动的空间就进虚空变化界了。为什么呢？ 发心没有障碍啊，这《华严经》上讲的“离世无碍，事事无碍”啊，所以宗门教下了，心教、密教。 最后的去求，都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不仅是禅宗啊，所有一切大乘法、无量无边的法门。 最后的指归都是明心见性。换一句话说，明心见性的方法不一样，手段不相同，方向跟目标没有两样。这一点。 我们总得要清楚，要明白啊。所以，佛在《大乘经》上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自己修学哪一个法门？ 自己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啊！要对这个法门明了，对自己的根性明了，不要好高骛远。 不要见异思迁啊，也不必去羡慕别人。最重要的一门深入深到什么程度呢？深到见性。 那个时候，全都通了啊！我过去讲经，曾经做过比喻说啊，无量无边的法门呢，就好像一个球，球的表面。 无量无边的点呐，啊！你只要抓住一点，找着正确的方向了，一门深术，确定可以达到圆心啊！那个圆心就好比见心了，大到圆心，这个圆球。 球面上所有的点，你不通通都通达了吗？你没有达到圆心，你这一点跟另外一点不通。达到之后，全都通了，就这么个道理呀、啊。所以，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根性。 选择自己容易修学的法门啊！你要是不了解自己根性，找一个与自己根性不相应的法门，你修的很苦，很辛苦啊，很不容易达到那个中心点。 不容易达到圆心呐、啊。古大德说：“我们佛门有难行道，有易行道。”啊，难行道、易行道，真正的意思。 就是与自己根性相不相应？与自己根性相应，这个道一行道啊，你走的非常舒畅啊，非常欢喜啊，这个道路上没有什么障碍。 畅通无阻啊！如果选择的这个这个道啊，与自己根性不相应，那就难行道了啊。那么这是易行难行的、啊、通途的一个讲法。 特别的讲法了，那是菩萨为我们指点的八万四千法门啊，难行道啊，净土法门待业往生呢、啊、一行道特别为末发众生而说的啊，末众生。 要想断烦恼证菩提，难呢，太难，太难了。啊，我们自己要清楚啊，啊，太难了。 待业往生呢？对于我们末法众生呢，是可能成就的。啊，我说可能，我不说一定。啊，为什么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具备的条件，你通通具足。 这肯定哇塞，你虽然修学净土法门，王生条件你并不具足啊！你在这个法门跟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结一个善缘，阿赖耶识里面。 种下一个种子，这一生当中未必能完生。善导大师讲的好不仅仅是得生或者是不得生，乃至于仕途。 九品，总在与言不同。这一句话说的好啊，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信心。 他说：“这个不在其他了，完全在语言。如果你遇到的语言书生，不但你能往生你往生的品位高啊！我们今天遇到的语言，说实在的话，无比的书生。” 我们建念佛堂，在古今，高山建一个念佛堂，这个地方很单纯，真的是人迹不到。这个念佛堂修什么呢？ 专修经历啊，模仿当年的员工大师，决定没有掺杂。 一部《无量寿经》，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底呀、啊，不夹杂了。啊，我建这么一个道场，啊，不是像此地建这个学院。 学院的目的是培养弘发人才，续佛慧命呢、啊？目的是正法久住世间呢、啊？而古今这个道场呢，是帮助另一这个一些有缘的。 同学们，一心求生净土、啊、这两个道场性质不相同啊。如果性质一样的，一个道场就可以了，何必搞两个，劳民伤财？ 一个道场，有一个道场独特的道风啊！啊，所以你喜欢念佛啊，希望呢这一生当中啊，决定得生净土，你到那个道场去。 你喜欢弘法利生，啊，做弘法护法的工作，希望正法久住世间，啊，利一切众生。那我们这个道场，这个道场目标如是。 清清楚楚，明白明白白。下面第五首：大音正后便设方。 无为红轩极灭法，随诸众生心所要，种种方便令开晓。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啊：“大因演疾为。” 无上事，随心开局即调御丈夫啊。那么这手机子里面，这个设号里面呢，有两种号，四是读书人、啊、中国古时候。 把社会大众啊也分为四大类，啊，四农工商，称之为四明啊，啊，这四种人民，啊，四种团体。二把四摆在第一，啊，四是读书人，是明理的人。 是觉悟的人啊，无上是大觉啊。用现在的话来说，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里的最优秀的。 没有超过他的，称不上死了。但是今天我们讲知识分子，要跟“四这个字的意思来说呢，还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古时候这个“四的意思啊，有道德，有学问。 有智慧、有能力，才称之为士啊！今天讲知识分子，这个道德智慧恐怕不能跟古时候这个士相比。 古时候是最重道德，孔老夫子教学啊，四个科目，头一个科目是德行、啊、第二个科目言语、啊、第三个是正式文学啊，德行摆在第一了，言语摆在第二啊。 今天这两样东西，说化了，知识分子说化了。我们继续看寄送的第五首：大音正后便是方，普为红宣即灭法，随诸众生心所要。 种种方便令开晓，这首记是赞颂如来十号里面的两种啊，前面两句。 大隐隐疾是无上事，后面的两句随心开觉是调御丈夫啊。前面跟诸位也略略的报告过。 四是读书人的通称啊，我们非常啊感叹，现在念书人呢跟从前念书人不同啊，从前读书人。 德行摆在第一了。啊，读书的目的在效法圣贤，读书志在圣贤啊。所以，在四农工商四民当中啊，四。 是摆在第一位，啊，就是他们效法圣贤，立志要做圣贤，这个是为社会一切大众啊所尊敬的。现在读书人那个目的不一样了。 目的是求世间的明文利啊不知道什么叫道德，也不知道什么叫冷场。 造成今天社会的苦难、动荡不安，明了这一个因素。 现在在这个世间，就不多了啊。那么此地，我们看经文：大音整后变十方啊，这个大音 教化众生啊，对于我们这个世间人来说啊，是以阴身为教体啊,啊。这前面四个字。 就是我们常讲的苦口婆心大声疾呼啊，劝导一切众生断我修善，转迷为悟啊。 回头是岸呐、啊！啊，便设方啊，设方诸佛刹土，九法界的众生，特别是六道三途，祝福如来。 发生大事啊，声闻缘觉，无不是全心全力在帮助这些苦难众生，依然是迷惑的多啊，觉悟的少啊。 不畏红宣极灭法？这个极灭法是大涅槃法，是诸佛如来教化众生最高的目标这目标做佛啊，这个法。 声闻说不出来，不是他没到这个境界，啊，圆觉也不行，啊，菩萨还是不行，菩萨没有正德，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即灭法是无上正等正觉，佛。 为什么人说呢？为根熟的众生说啊？哪些是根熟众生呢？地上菩萨了啊！你看看佛在《人王经》里面讲的。 无人菩萨最高的极灭人那才叫真正当机啊！极灭人分这个上下两品，上品是等救菩萨。 下品是发云地的菩萨，所以成熟的众生呢，是这两个位次啊。佛给他说极灭法了啊，往前面去呢？ 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忍的菩萨有三品：下品七地，中品八地，上品九地。啊，如果此地说“普为红宣无生法”，那我们就晓得无生法的当机是七地、八地、九地菩萨。 这个地方是讲的极灭法了，极灭人比无生法人还要高一等呐、啊，这是讲到最高的了，所以是无上士啊。 这“四”这一个字是通一切觉悟的圣者可以说从小乘虚陀洹到四国阿罗汉，从粗性味的菩萨到等觉菩萨，都称之为“四”啊。 不同于世间呢，无上士还高过等觉，他能为等觉红宣寂灭法。后面这个两句呢，是调御丈夫。 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讲：“调是调炼，欲是控欲，调欲乃摄有情的德好，啊，摄受众生，这个意思就广了。 调有调顺的意思，是对众生的心情来说的。众生的心情有烦恼啊，有忧虑。 有牵挂了，啊，有喜怒哀乐，佛知道，啊，佛以善巧方便把它调顺，用什么方式呢？ 是出世间圣人都懂得用音乐啊，乐就是调心调心的、啊、儒家重视、啊、你看《礼记》里面的乐记，把这个道理。 讲的很明白，很透彻。佛法里面的梵呗，这个经典里面的寄诵，啊，记诵都可以铺成谱来演唱的，啊，它是属于诗歌。 欲是控欲啊，控制这是用什么方法呢？用戒律儒家用礼呀，控控欲是控制我们的身体，控制我们的言语。 所以，条育把身、语、意三业都包括进去了。啊，用什么样的方式？要看这个众生的根性，要看他修学的程度。 随顺众生的要欲、啊，帮他调理呀、啊！生身有苦乐，如何帮助他离苦得乐？心有忧喜，如何帮助他除忧？ 随喜啊！那么由此可知，“调御”这两个字，就是教学的方式啊。用佛法的说法，叫教学的仪式啊。我们现在就一般讲呢，仪规。 仪式跟规矩，佛法重视乐教啊，啊，音乐的教育啊，反被这个演奏，不但悦耳，它能够清新。 让你听到这个音乐，烦恼就止住了，清心寡欲啊，跟世间音乐不一样。世间音乐能够挑起人的感情。 你听了之后，会生伤感呐、啊，悲痛啊，啊，能够挑动人的感情呢、啊。 那么，近代的音乐啊，现现代这个音乐就更麻烦了，挑动人的欲念。换一句话说，引导你烦恼啊！啊，这种音乐。 与信德完全相违背，啊！佛法里面的音乐呢，是随顺信德。孔老夫子所讲的“死无邪”，所以调御丈夫。 他的教化范围呀、啊、广了，上中下三根普被，随住众生心所要，种种方便令开晓，不像前面的无上寺，他宣极灭法了，那得对象啊。 是地上菩萨，啊，真正的对象呢，是发云地跟等觉这两个位置。九地以前呢，旁听僧呐，不是正科僧呐，这个就是。 上上根人能闻，而调御这这个这个丈夫这个下下根都有份啊，六道凡夫都有份呐！啊，你遇到佛，佛有智慧，佛有能力，使你身心呢调服。 那么现在佛不在了，我们末法众生能不能得到如来调御的利益呢？答案是肯定的。问题，你接不接受？世尊虽然不在。 我们这个世间呢、啊，他的一教留在这个世界。我们一教奉行，身心就调愈了。啊，以静论调心，以戒律调身呐、啊。 他的经律论三学还在世间呢，这个叫三宝啊，戒是三宝啊，定。 是法宝啊，啊、慧是佛宝啊，无量寿经经题上，清净平等觉，清净是戒，是僧宝，平等是定，是法宝，这是慧，是佛宝。 无量寿经是真正不可思议啊！三殊三宝居住啊，是圆满的法人 我们要认真修修啊，在这个世间，真正是稀有难逢啊！啊，我们一生在这一部经上，就有不思议的成就。 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谁能认识呢？善根福德深厚的人，他才能认识，他才能抓住。啊，没有善根，没有福德，虽然摆在面前。 当面空过，啊，这一生不能成就啊！啊，这是真话。 我劝导大家，提醒大家，希望同学们都有正知正见，都有善根福德啊，在这一生当中，求无上道啊，啊，不能够。 学杂了，不能够学偏了啊！我的话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明白啊！你们不听，果报是你们自受。 我如果交代不清楚，误导你们，我有过失啊！我有罪过，我讲的很清楚、很明白，你自己把路子走错了，责任是你自己负啊！我教你只有一条直路。 没有第二条啊！再看第六首王秀：“王修诸读皆圆满，但于千差微尘啊。 一切助力西已成，汝等应往同战力。啊，这一首清凉大师说：“助力结缘，即天人事业。” 师是示范的师表模范。这些年来，我们在各地弘法，总题目就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 这八个字，悬挂在新加坡居士林讲堂的一副对联呢。 希望大家常常看到，常常警惕自己啊！我们发心出家了，穿上了园林大袍，披上袈裟，干什么事情？ 代表佛了，代表佛教啊，代表菩萨了。诸佛菩萨就是天人师啊，天上人间的最好的榜样啊，最好的模范呢、啊。 你不能说这个要求太高了，我做不到啊！做不到，这个衣不能穿，穿上这个衣，你就得做到。外表的形象是借善。 我说《沙弥律仪》不是最近才讲的。金宗学会成立，我们给同学们编了一个修行手册，啊，列出行门五个科目。 手册后面就揭露沙弥律仪，早年就提倡啊，啊，现在为什么重提呢？没有落实，没有做到。 实实在在讲，我们是把修行的标准降到最低。我们能做得到，为什么做不到？啊，这个要常常问自己。实实在在做不到，应当求佛加持。 今天天忏悔呀！啊，如果业障太重，我们早晚可多拜佛啊！我最初。 离开我的工作，啊，跟参云法师住茅棚，啊，那是个小道场啊。啊参云法师教我啊，参除业障，啊，用什么方法呢？拜佛，规定我每一天拜八百拜呀、啊。 我一天不缺，在山上住了五个半月，就拜了五个半月。啊，现前你们同学。 休学的环境比我好的不知道超过多少倍但是你们的休学比不上我我那个时候年轻。 啊，三十一二岁，住茅棚，茅棚简陋啊，电灯都没有啊。啊，我们点什么灯呢？残云法师很聪明，买那个汽车的电瓶。 借着借那个手电筒，啊，手电筒那个小灯泡，啊，像现在这种小灯泡，那个时候还没有，台湾没有，啊，这是五十年前呢、啊。 啊，用这个手电筒的那个那个小灯泡自己接，啊，一个房间有一个这样小灯。晚上拜佛只点两只蜡烛啊，啊，他规定我晚上要拜三百拜才去睡觉。 早晨起来，两点钟起床啊！啊，我们在山上大概九点钟睡觉，啊，两点钟起床，开始做早课。啊，早课完了之后。 诵金啊，个人念个人自己的心。啊。天亮的时候早餐呐、啊。我在山上住的时候，山上所有这一切工作我做啊，我年岁年纪最轻的，三个法师。 参院法师、大宗法师、普妙法师，啊，两个居士，我跟朱金洲老居士，啊，朱老居士七十岁啊。啊，所以常住一切工作，啊，洗衣服、烧饭。 种菜，整理环境，啊，清洁环境，一个人做，那真的修了一点福报了。 居士身份，啊，伺候三位法师，一位老居士，啊，我一生没有福报啊，真正修了一点福报啊，啊，不吃苦，你怎么能成就？ 佛教给我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看看现在学佛的年轻人，把佛陀的教诲啊忘得干干净净啊！你们现在是以什么为师？以烦恼为师。 以习气为师，你怎么会有成就？学习不听老师的，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你怎么会有成就？ 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懂啊！我对大家诚心诚意劝导。 说再讲呢，我对大家没有希望啊？为什么呢？我非常清楚，有希望就有奢望，希望越大了，奢望越大，那是世间人有，学佛的人不应该有，学佛的人。 只要尽到自己的本分，圆满功德了。《楞严经》上讲的啊，过为自己将来成就高下。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啊，我的劝导、忠告，我尽了我的责任，啊，接不接受？ 不是我的事情了，尤其是现代，民主、自由、开放，啊，不但现在，师生的关系没有了，啊，你还要认为我是师傅，你是徒弟，这个观念错误了。 现在没有了，从前有，现在没有了。啊，我跟我的老师有师生关系，啊，有师徒关系，我以后没有了。啊，我这个觉悟。 过去，新加坡演培法师也有啊。演培法师有一次跟我聊天，讲到啊现在的佛法没有师徒了啊，大家在一起是朋友、同学啊，我们就会过得很愉快啊，很幸福。 我们都是同学，我们都是朋友，啊，谁也不能够干涉谁，谁也不能管谁。现在是这个时代，一定要认识清楚，这叫关机、啊。 你心里面坦然了啊！今天家庭里面没有父子啊，是什么呢？朋友。哎，你跟你儿子是朋友啊！你要认为你是爸爸，他是他是你儿子，你能管他？错了。 今天，许许多多家庭都有问题。我在美国遇到很多啊，儿子儿女不听父母的话了，烦心来给我诉苦。我说：“你儿女没有错，你错了。”啊，他听了就非常惊讶。他说：“为什么？今天这个社会？” 没有父子，只有朋友。你把你儿女当做朋友看待，不要把他看成你儿子，你们会处得很好。啊，有一些同学接受了。今天哪里有师生呢？伦理没有了。 啊，夫妻也是朋友，哎，这一对夫妻能处得很好。五伦只剩下一个朋友了，其他都没有了。而且今天的朋友，说实在话了，没有道义了，没有仁义了，情义、恩义都没有了。 朋友之间，什么东西维系呢？利害啊！我们彼此都有利益的，可以做朋友。利害没有了，朋友关系就没有了。这成什么社会呀、啊？ 所以，这个社会的灾难，社会的反常，啊，社会反常的。今年我们看到了，全世界气候反常。说个不好听的话，老天爷看到都不顺眼了。 我们要求啊，所以我们这个道场，我深深期望同学们，大家在一起做好同学、好朋友啊，随顺佛陀教诲啊，我劝大家学沙弥略仪。 绝对不是事私，啊，不是来讽刺我的，我不敢这样想法，我没有这个德行，啊，是劝大家了，随顺佛陀教诲呀、啊，建立自己的德行。如果你真的要做，谁是我的老师？一切众生。 都是我的老师啊！一切众生都是我的父母，这是世尊教导我们的。啊，我跟你们的关系是同学，年龄比你们大一点，啊，学习的时间比你们久一点。 我把我自己这五十年修学的经验，啊，心得提供出来跟大家做参考，如是而已啊，啊我们总算有缘分。 我尽心尽力的供养大众，啊，每一天在这个地方讲四个小时，发供养。 希望大家能以佛为老师啊！我们都是以佛为老师，以释迦牟尼佛为老师，以阿弥陀佛为老师啊！阿弥陀佛为老师，那就以无量寿经修行。 以释迦牟尼佛为老师，我们就要以《沙弥律仪十善业道经》认真努力去学习啊！以佛为师。 以戒为师啊！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王修诸多皆圆满啊！往是往昔啊，佛现在已经圆满正得究竟的佛果。 啊，所以此地讲的是过去。主度前面讲的十波罗蜜，十波罗蜜都圆满了。啊，怎么圆满的？十波罗蜜所对峙的烦恼习气。 断净了啊！布施波罗蜜圆满，贪贪的念头没有了，完全断干净了，恢复了心得，自信里面。 没有简单菩萨的简单没有了，习气没有断干净，如来的习气都断干净了，都没有了。 持戒波罗蜜对治的是恶业，一切烦恼习气啊，啊，见似尘沙无明，通通断尽了啊，持戒波罗蜜圆满了。 人如波罗蜜对峙的是陈恚啊，是傲慢，这个烦恼断尽了。精进波罗蜜对峙的是懈怠、懒散。 禅定波罗蜜对治的是散乱，般若波罗蜜对治的是欲痴，所以十波罗蜜它对治那个对象啊，病完全治好了，完全没有了。六度展开。 就是无量无边的行门啊，无量无边菩萨行门，通通圆满了，等于千差微尘数啊。 这个是数量差，是如来的差图，是说佛成佛之后。 教化众生的范围啊，也是讲他是菩萨的万恨。我们讲六度万恨，也就是《四宏誓愿》里面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 等于千差未成素啊，这是无量啊！一切助力悉成就。这个助力是如来国地上的十种智力，前面都说过了。菠萝蜜圆满了，这个十种智力成就了。 这就是天人师啊！啊，所以清凉大师讲啊，师是规范、啊、说无成教利业众生啊，这是导鬼众生的德行导是引导啊。 轨是轨道啊，像火车走的轨道一样啊，成佛之道啊，佛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啊，为我们实现成佛之道啊，我们要想修车修行。 真的究竟圆满的果位，你看他就行了。霸八相成道为我们做出最圆满的榜样。汝等应往同瞻礼啊，这一句是劝导、啊，劝导我们呢，应当。 向佛学习，沾理是种福啊！啊，请求开示是中会。复会双修啊。 那么这个是前面六计。是说自己的前世自修的因果因缘果满啊，最后一句劝导大家应当要去礼敬祝福，啊，瞻礼祝福。 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